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银子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要做这个呢是 Day 六，Day 六的那个I Wait。然后之前呢，我做过他们的那个最开始最第一个 Congratulations 和最近的那个 Shoot Me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次做的是 I Wait。对，然后呢，队员的人我还是因为我记得有小可爱给我安利过，但是呢，我还没有时间看。然后这次私下会看。对，然后。你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，三二一 ，Go！ 2017年1月5号，把弹幕关掉。好哀切呀、啊，这个声音。哇，他这个尾音儿，哦，这个小哥刚刚那个是谁啊？这个蛮帅的，这个朴在鑫我知道，戴眼镜这个。这个 MV 好奇怪。哦，好摇滚！哇，好像还有电子，哇，高音好爽！哇，好帅气，搞乐队的好帅气！哦，这个小哥声音好听，他尾音好撩。哇，不愧是 JYP， 他们的空气嗓，空气伴声音伴尾音那边。他们这都是空巷吧？是不是都在绿棚里边录的？感觉都像空巷。哇哦！哦，每次都坏人在中间。哇哦！是他们自己做，就是自己创作的吗？哇，刚才那脸真的那样子处理真的好惊艳，好，中间给一个那样的感觉。哇，那个假音真假音变换。哦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小哥的声音。哇，这真的是在雨里吗？好像是在水里。哇，我感觉搞乐队的小哥哥们也太帅了吧。I wait， 哇，我感觉每个歌手，我感觉他们应该都有一个摇滚梦，对，因为我感觉看那种摇滚的现场，就是那种真的不一样，然后真的觉得好帅气。然后虽然这个已经说过很多遍，但是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唱，因为到中间那个高潮的地方，我看有患者，然后每个上前唱那个高潮部分，就觉得还是会很惊叹，就是每个人都。乐队每个人都唱那种感觉，对。然后呢，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。这首歌感觉很有层次感，就是它处理的。我也虽然也不懂乐理吧，但作为一个普通听众来说，感觉
很爽，就每一段都感觉挺爽的。然后尤其是我说，哎，我有说几个小哥，两个小哥哥吧，他们两个声音都真的好好听，真的好好听。然后其他也很好听，只不过我就作为一个路人，比较抓我就那两个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对。然后我会私下再好好看看他们，都就是有安利给我的那个，我会看的，对。然后非常，哇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喜欢的话，想要视频小可爱可以点关注点。